来到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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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发，我是怡姐，我是吴华。哎，姐，尾牙的节目表演单已经出炉了，我告诉你，今年我一定要抽到大奖。说到尾牙，就叫做明雅。你刚刚提到的尾牙就是明雅，没有错哦。那么其实现在的明雅啊，真的很多元哦。除了我们看到了有魔术表演啦，甚至还有人变装秀都上场了。但我觉得大家啊，说来说去最期待的，应该还是尾牙的时候的大抽奖除旧吧。哎，你说的除旧就是抽奖了，没错。我告诉你哦，今年我一定要集气，我一定要抽到大奖。你记得去年吗？超级大红包呢，就在我们眼前，眼睁睁的被人家抽走了。所以今年我要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而说到红包，就是讽包。讽包就是红包的意思，没有错。当然要祝大家都能够抽到一个大大的讽包哦。所以今天要教给大家的客家话就是：大家都期待尾牙的抽奖。这句话应该要说的是。泰嘎都店店，米雅给除旧。泰嘎都店店，米雅给除旧。今天勾勾勾哈发，先带大家看看，哎，尾牙要怎么样的好手气才能够抽到大奖？哎，快点！听说这一家的米雅很好玩。真的，我们不要错过人家除旧的时间了。听说超棒。不知道是他们的粉包比较大，还是我们的粉包比较大？我们去看看。一姐，我觉得啊，他们的明雅好有趣哦，而且我觉得啊，没的明雅，大家最期待的就是除旧的时间哦。对啊，而且听说啊，他们的除旧啊会送出超级大红包哎，除旧了，除旧了，好，我们把红包拿出来哦，耶，恭喜！我真的觉得尾牙好好玩哦。对呀，而且你不觉得吗？现在表演活动越来越多元了，好热闹哦。真的啊，所以要赶快帮大家复习一下跟尾牙有关的客家话哦。首先啊，尾牙就是明雅，明雅就是尾牙了。那不管是什么样的尾牙，大家最期待的就是抽奖了。抽奖就是除旧，除旧就是抽奖。当然要祝大家都能够抽到大红包哦。红包就是粉包，粉包就是红包了。对，今天最后要教给大家复习的呢，就是这一句话，也就是大家都期待尾牙的抽奖。这句话应该要说的是：泰嘎都店店，明雅给除旧。泰嘎都店店，明雅给除旧。今天勾勾勾哈发，祝福大家都能够好手气抽到大红包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